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西部医药号列车提示您，列车前方停车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——广州东站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幸福医药号列车提示你。车前方停车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，广州东站。请您整理好行李物品，做好下车准备，站立在车门口时不要倚靠在车门上，下车时请注意车梯与站台之间的空隙，请带有小孩的旅客看护好小朋友。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理解与支持，下次旅行再会。请你整理好行李物品，做好落车的准备，倚响车门口时不要倚靠在车门上，落车时请注意车梯与站台之间的空隙，请带小孩的旅客看护好小朋友。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支持，下次旅行再会。